快跑！执笔而书诗吟的情愫，是执笔前迟迟的回顾，落叶一地飘絮如尘土，埋下了好几株残影孤烛，思念的心没事吧？多谦，大便。沾染殷红的绒布，点燃着熄灭的蜡烛。叶落序幕向何处追溯？弹拨几处难舍难离。中气了。迟暮映入逝者的归途，没入往生存不只剩迷雾，借云回几簇沾染殷红的绒布，点燃将熄灭的蜡烛。你说我射不射得准？不愧为队长的候选人啊，送你个绰号西山杀手。西山号，西山号，四架敌机咬着你，迅速摆脱。西山号中弹，发动机油管破裂，影响飞行视线。西山号已经没有油了。西山号，我命令你立刻跳伞。西山号控制高度，将飞离市区。小袁，西山号坠毁。重复，西山号坠毁。破山他没死，他不会死的。向烈士曾破山致敬。感觉到的，他肯定没死。我能感觉到的，梅燕，你还记不记得逃难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，只要你相信你的爱人，他就一定不会死。海涛，你告诉我，破山是不是没有死？他是不是没有死？